这就是钻进去。
开天，你合わせて自分は全然動いてない。这就是八卦掌的特点。これは発揮しようね。看，这是这都没做，这我没做，这个是要闪身的，这是要走啊。嘿，在这儿。啊，这个刚才练的这个劈腿掌。啊，三三下的那个。劈腿掌。啊，就是这个。哎，劈腿掌，我没有动，我要一动，啪就出去。 明白吗？就是这个吗？他要是比如说他两个拳出来，那两个，他两个拳出来，他要一扶这儿，这在这儿，你看在这儿走，一扶他手，朱宝，他朝下仰，上去。